Grind me thirsty. Hot Seven 中的中国成员，曾获得过亚青赛男子佩剑个人冠军的他，以炫酷的舞技见长。这些都是中国人，哇塞，好亲切的感觉。然后我觉得他挺厉害的是，我觉得他一个人，因为听说他们那批练习生，他是唯一的那个中国人嘛。前辈王嘉尔的到来，让学员们充满了惊喜。他会给学员们带来一堂什么样的课呢？中国来。JYP에서는 기본 안무가 통과 못하면 데뷔 못하는 거야. 시간, JYP의 동조. 有音乐吗? 学。 你一定要学, 你来前面。 我会跳舞，真的。 很简单吧? 但是这个要做一万次。 然后这个。 很像 JYP 吧？那확실히다르더라고느낌我觉得那些步伐我从来都没有见过，然后挺新颖的，然后特别有感觉。出道以后，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，综艺，要有一个 Kingi， 就是自己的特长，对，自己的特长，自己的杂技，杂技也可以，赛拳术啊，这些是吧？最大值，也可以。哦，克隆，我的个人技是 beatbox， 每次上电视都做，上电视就是你的 Kingi， 每次都是这样。只要有一个个人的 Gengi 的话，上哪一个节目都会比较轻松一点。所以接下来的环节是 Jackson Ugura。 这里有些道具，那你就发挥你们的创意吧。王嘉尔随堂出题，考验学员们的异能感。每位学员必须利用有限的道具，完成一段即兴表演。因为他真的是吓到我了，天哪！而且我老会跟他说，马涛你真的特别有台风，我真的很欣赏他，我觉得他特别有异能感。春天来了，在这个美丽的花园里，有一只美丽的孔雀，它在美丽的跳舞。跳啊跳啊，看呐，他要开屏了！开屏。
而我的笑点就是用自己的创意，用自己的 idea 来逗别人笑，所以呢我就想起了孔雀开屏这个创意。因为我先用舞蹈吸引所有的目光到我的，他们大家都很集中的时候，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时候，笑点来了，反而给他们最大的笑点。真的辛苦你们了，但是就怎么说，很多人都想做歌手，但是会做了一半觉得很辛苦了就放弃了，很多人都这样。我的想法是一定要做到底，有多辛苦很多压力，但是一定要坚持到最后。我感觉他所说的话就正是我现在所接受的困扰。自己我自己还缺少了很多很多东西，就要去加倍的去努力，加倍的去练习。因为他也说过，他们可能一个动作要做上千上万遍。希望在未来的舞台上可以见到你们。学员们的第一课在有趣轻松的氛围里度过，坚持是王嘉尔送给学员们的榜点。从音乐学子到青春榜样，与任何其他工作一样，梦想从来不是一帆风顺，坚持并坚守才是梦想实现的唯一途径。